玩转黑科技，做一个有创造力的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科。全地形车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在任何地形上都可以行走自如的车辆。不仅外形比较猛，爬山涉水也是无所不能。它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很多人的喜欢。快跟小编一起看看战斗民族的这个全地形车吧。这个全地形卡车名叫 Sharp ATV， 外形上很有战斗民族该有的气场，它有着很强的越野性。哪怕是恶劣的户外环境也根本不在话下，因为在他眼里这些都是小意思，都一个字，过。比如他能穿过雪地、山林、沼泽、崎岖不平的路面，是不是很想知道为什么他能这么屌炸天吗？其实这主要得益于他的高浮力、高密封的车身，以及能够承受高达800升的车轮轮胎充气系统。这个全地形车在陆地上行驶速度能够达到45公里每小时，就连水中行驶都能达到6公里每小时，官方售价49000美元。如果你有足够钱可以买得起，官方表示还会给你安装高功率的发电机和硬质车顶等配件。怎么样，这辆车你心动了吗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呢。